现在呢，我们就来，拖网，看看能不能拖到大货。这个是杀追，杀菌呢。 哇，这条很多啊，小六，哎，这条是什么鱼啊？哇，不知道啊，这条不知道是什么鱼，有点像海豚呢，是不是海豚呢？这个非常漂亮。这种鱼呢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鱼，有一点像那个河豚，里面都不要这种鱼了，放生了。 大货，大货！哎，好多品种啊，有不同品种的鱼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鱼。看一下。这是什么鱼啊？好像没有眼睛的，看。对，好像没有眼睛的这样。哇，看，这个呢是花蟹。 这条是鱿鱼，墨鱼，墨鱼是吧？摇板，小墨，你有搞鱼都能讲板个，搞个。这个很有意思，墨鱼。墨鱼，这条是什么鱼？我也不懂。摇板，摇板吧。这种线呢，它挖沙很快的，你放下去一会儿，它就钻到沙里面去。 它挖沙很快的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帮忙你们关注，下期再见啦！